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感谢神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这美好时辰。神的恩典的时间，从岁首到年终，主的恩典不断，让我们一起珍视这美好时辰。这美好时辰，我愿高声唱，我愿高声唱。有时叫我抬起头。
年当中福气满满，每个家庭都一样。春暖乍生，万物恩怨，秋时落喜强赞美，诸情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救我歌唱不停，诸天使歌颂赞天，知福到如今，更求恩主引我前程，使我安然到天庭。我曾漂流迷失真路，主用大爱寻找我，为救我命宝血流出，使我恩典无限，无主恩在有万千，愿主恩典如年前年，使我心在主身边，我深知道我心已变，强力主爱心情落，心将身完全奉献，从今以后永属主。我们的心有时会迷失，到哪里去寻找前面的路？各自痛苦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与山林，我心已无处寻。哦，我曾经多盼望，是昼日不安之苦，伤心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放弃一切的追求，眼泪憔悴难过愁。哦，我曾经多盼望，始终一壶好水煮，小心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日头。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却还要赞美他。奔跑和喜悦，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专门出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帮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救赎主，他充满着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帮助。
们仍然站立，一起献上祷告。身体不适的可以请坐。是的，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在这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向你下拜，因为你是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天地的主，万有的神，也是这新年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伟大，凡尝过你恩典滋味的人都必须承认你是何等美善的神。主啊，在这今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为我们过去所有这个心怀意念上的罪孽，言行举止上的过犯，向你来认错认错认罪。主啊，求你，感谢你能够来，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一切都变成新的，比雪更白。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这个世界种种的罪孽如大海般的罪孽，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世界都能够有新的开始，能够来重新的来认识你，来追随你，能够来知道，来承认你的脸都光照我们每一位，你的爱像那阳光一样普照我们，来温暖我们的心，温暖这个大地。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主要今天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借着我们魁杰弟兄来传讲你的道，你的圣灵亲自来膏他，也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亲近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你的道。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发出那明亮的光芒，使我们得到那真正的智慧。愿恩主常常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有诗班。
又到了我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的时间哈，今天是中国的春节第一天，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蒙福。我们说新年蒙福，这是基督徒的话哈。为什么新年蒙福呢？蒙谁的福啊？蒙上帝的赐福。倘若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啊，就很难说这个话哈。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叫做浪子回头。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这是耶稣讲的一个预言哈，英文叫做 parable。 耶稣常常用这种特别的一种形式叫做 parable 来传讲天国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很有名的这一段，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的常常说叫浪子回头。事实上呢，这段经文呢用浪子回头来描述，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一会儿我们来一起看哈。今天信息之前，我好不好做一个 survey， 问问大家，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认识主的，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下手看看，可以吗？有没有还没有认识主的？上面一个，就一个，剩下都是基督徒。哎呦，看来今天没有浪子哦。怎么回头呢？ OK， 好吧，那我们就把今天浪子回头这个预言讲给已经回头的浪子们好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非常的非常有意思哈。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我每每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都会流泪，因为这段故事非常感人。但是呢，我听过很多人讲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事实上我发现许多人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全。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单单讲一个浪子，还讲到他的哥哥啊。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发现耶稣的信息不单单是讲浪子，不单单是讲这个小儿子，他还讲到这个大儿子啊。我们一起读哈，十五章从一开始到结束哈，我来读给大家听。十五章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一句话呢，就把这个故事呢的听众告诉我们，说有税吏和罪人。那个罪人呢，
中文没有引号，英文如果看是他写的 sinner 是有个引号的，意思说在人们眼中这些人是罪人。什么人呢？比如说强盗啊、税吏啊，不是强盗啊、妓女啊、盗窃犯呢、啊，这些人是在众人眼中是这些人是罪人啊。所以他说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税吏是什么人？税吏是那些帮助罗马政府收犹太人税的人，这些人不单收税，这些人还中饱私囊，所以老百姓最恨的就是税吏，因为他们借着收税的机会，这个给政，比如说收政府说收10块钱，一个人收10块钱哈，他收15块钱，5块钱揣自己的腰包了，10块钱给了政府，所以老百姓特别恨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在民众眼中是典型的罪人。所以呢，耶稣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吸引这些人到他面前来。哎，这些人很愿意听耶稣的道理，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一帮人，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是宗教领袖，文士是解释圣经的，就像我这样的人叫做文士。OK， 所以呢，在耶稣的听众当中呢，有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好人，在人们心中好人。宗教领袖是，你知道，受人这个敬仰的这些人哈，哎，说两种人。那么这种第二种人呢，就私下议论，交头接耳，哎，这个耶稣怎么和这些罪人搞在一起呢？他为什么跟他们搞在一起啊？对不对？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显然他们在 complain 耶稣，说你这个不对，你怎么能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呢？啊，然后呢？你看耶稣开始讲道了。耶稣在这里讲三个这个预言哈。第一个呢，讲到有一个人呢，啊，我们看哈，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乐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讲了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他把99只放在旁边去找那一只，然后找了之后呢，他非常高兴，就跟邻居说，哎，看我丢了这羊找到了，然后呢，大家跟他一同欢喜快乐。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悔改，好比这个在天上的庆祝，好比99个没有悔改更大。意思说，上帝非常在意丢失的那一只羊。啊，当然这个羊显然是指人了，对不对？这个说这个一个人悔改哈，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天上谁为他欢喜啊？下面就告诉我们，是天使为他们欢喜。假如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悔改，有天使就为我们欢喜，就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人一人欢喜更大。啊，有人就说了，哎，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不合情理。你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你把99只扔在旷野里去找那一只，那99只不更丢了吗？这显然这不是耶稣的 point， 对不对？耶稣不是说啊，99只怎么办呢？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意思说99只可能让别人照顾了，然后他去找了一只哈。所以有时候解经不要这个钻牛角尖哈。好，你看呢，这个时候呢，耶稣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他的听众当中呢，有人就会有反应，比如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哎，你说的这个丢失这个羊就是这些税吏和妓女，这个很好理解。然后呢，耶稣讲说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那么请问这谁是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我想法利赛人说，当然是我了，我不用悔改，我是敬拜上帝的人，我天天在圣殿里服侍上帝，我哪需要悔改啊？你看啊，耶稣接着说，第8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说，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刚才讲到天上有欢喜，对不对？谁欢喜啊？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天使。
所以一个人悔改，在天上有使者为他们欢喜哈。那么这个第二个故事和第一个故事很像，对不对？第一个讲丢了一只羊，第二个羊丢了一块钱，啊，第一个是一百中一百个羊丢了一个百分之一，第二个呢十块钱丢了一块十分之一，都是丢了个东西，然后找到了，同样呢欢喜快乐，天上有庆祝。OK， 好，讲到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法利赛们觉得，说的有道理。这些罪人要是悔改了哈，还值得庆祝啊！他们自己庆幸说：“好在我不需要悔改。”啊，你如果演电影的话哈，我相信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这个时候很这个自鸣得意。突然之间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啊，十一节，耶稣说，耶稣又说，啊，英文叫做 Jesus continued， 他继续说道。因为什么呢？耶稣话没讲完呢，讲了两个故事之后呢，还没讲完，第三个故事才是重点。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这要需要解释一下。耶稣说，有一个财主有俩儿子，这个其中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说爸，你把我应得的家产现在就分给我。哎，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我们今天听了，好像你也不懂得当时的文化背景，你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话非常了不起哦。那个时候在中东的时候，这个做一个父亲，那显然这个父亲是有点家产的，所以才能分，对不对？那么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富人哈，你的家产是什么呢？不像今天我们有 401k， 有这个 retirement account， 有股票。 No， 过去没有这个东西，过去是你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不动产，就两样，一个是牛羊，一个是土地，对不对？那儿子说，你把家业分给我，就等于说你要把你现在的牛羊和家产卖了，然后分给我，这是一。第二呢，分家产是什么时候分呢？就是我是父亲，我两个儿子，我什么时候把我家产分给儿子啊？是我死的时候，我写下遗嘱，我遗嘱当中，我这个大儿子给多少，二儿子给多少，对不对？我还没死，你就跟我要家产，你不等于咒我死吗？所以这个小儿子这个作为是非常非常之 offensive， 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羞辱。假如说传出去跟人家说，哎呀，这一家那小儿子跟他爸说要分家了，那什么意思啊？要咒诅你父亲死。哎，可是你看父亲怎么回应的呢？父亲没有这个 rebuke his son， 他就说，父亲说啊，父亲就把家产分给他们，意思说父亲要到外边把田产卖了，牛羊卖了一部分分给这个小儿子。所以这个小儿子是个非常混账的这么个儿子，对不对？非常自私，这个非常这个 rebellious， 现在讲这么个儿子。可是父亲呢，居然给了他。那个时候分家产是怎么分呢？老大分双份儿，比如说我有七个儿子，六个儿子分每人分一份，但老大要分两份啊。Anyway， 这个儿子拿了家产，你看怎么说怎么办啊？十三姐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什么叫做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收拾什么？就是他把父亲，比如说父亲有这个三块田地 ，OK， 卖了一块给儿子了，啊，那两块呢给大儿子，对不对？这个儿子就把卖的这个钱呢，放在钱包里边，就走人了。显然这个小儿子蓄谋已久，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就是痛恨这个家庭，这个不喜欢父亲，啊，就喜欢父亲的钱财，走了。哎，然后呢，说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什么叫任意放荡呢？英文叫做 wild living。 啥叫 wild living 啊？就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干，随便，随心情啊，跟着感觉走，我想干啥就干啥。现在的人不都喜欢这样吗？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走的时候钱包这么大，过了几日钱包没了，憋了，全浪费了。 OK， 然后呢，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哎，这老兄啊，这个离开家的时候踌躇满志，说这一下我可逃离你的束缚了，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有这么多钱。结果呢，没想到没有几天他就花尽了钱财，结果呢遇到了饥荒，给人家打工。哎，这里耶稣特别讲的这个人去打了什么工呢？他去给一个富户人家去喂猪啊。这个耶稣特别讲的这个喂猪这个事哈，你知道喂猪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吗？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有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对不对？猪是不洁净的食物啊。这个律法中讲说什么食物不可以吃呢？动物当中有一种动物不可以吃，有一种东西可以吃。可以吃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就是分蹄又倒嚼的动物，比如说牛羊可以吃。那分蹄却不倒嚼的动物不可以吃，那就是猪。猪是分蹄但是不倒嚼，你知道吗？上帝就创造这么奇妙，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猪肉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干这个饲养猪的这个行业，就是说你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没有人雇你，你如此之受人鄙视，到你不得不给外邦人做奴隶去养猪。所以这个人的境况非常可怜，不仅给外邦人打工，而且做那些他本身作为犹太人非常瞧不起的工作，给人喂猪。不仅给人喂猪啊，饿到眼睛发慌啊，连猪食都想吃，人却不给他吃。所以这老兄是从人生的高峰掉到了人生的低谷，对不对？然后十七节讲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个人掉到了人生的低谷，一天坐在猪栏的外边，看着猪吃那个豆角啊，哎呦，饿得发慌，两眼冒金星，就想，猪啊，你给我一口吃吧，猪都不给他吃，也没人管他。哎呀，他就想 ，My goodness， 我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光景呢？我爸爸家里多有钱，连故宫都比我强，可是我在这里连猪食都吃不上，我这不是傻了吗？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境况呢？哎，突然之间，这个人幡然醒悟。你说他怎么就醒悟了呢？有句话叫做“人的尽头，什么？神的开始。”人呢，就是这个样子。春风得意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厉害。等到碰到了南墙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我是很卑微的。这个儿子就是落到如此光景，才意识到，天哪！原来我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厉害，这个放浪形骸的这个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OK， 到了这个情况呢，他突然之间呢醒悟了，说我要回家，我跟我父亲说啊。你看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看他说，他没有说父亲哪，我得罪了你，他说，父亲哪，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你看到没有，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犯罪的时候首先得罪的不是人，而是上帝。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啊，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儿子，当然不配做我儿子了。你在家的时候羞辱父亲，你把父亲家产分了，然后让父亲没有死的时候就要分家产，这个邻居传出去说，你说父亲要承受多大的屈辱，而你就高高兴的钱袋子装满了，你去到外边挥霍，如此光景回去，你还配做儿子吗？哎，他觉得我不配做儿子，他说，你就把我当成故宫吧，因为他爸爸的故宫都比他强，对不对？哎，你看这个儿子真的悔改了，他看到自己如此不堪，如此有罪，对不起上帝，
也对不起他爸爸，他要悔改，他要回家。好，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回家了，于是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父亲，你看讲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浪子要回家，你说这个回家的时候，他说相离甚远还远，父亲就看见这个父亲怎么可能相距甚远就看到他呢？假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有一个不孝的儿子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离家出走，你以为你就忘了这个儿子了吗？显然不会，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父亲一定是每天都到村口啊，山顶上向远眺望，看看是不是有一天他的儿子会突然回来。结果呢，他就看到儿子回来了，然后呢，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然后呢，父亲却吩咐仆人 OK， 你看儿子在没有回家的时候啊，他心里没想说我要对父亲说啊，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之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故宫吧。可是这里儿子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已经动了慈心，就对仆人说啊，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父亲不需要儿子啊跟他忏悔到这个痛苦流涕，把过去的一切都诉说给父亲听，因为只要父亲看到儿子有心要回转，父亲就已经赦免了他，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也这样接纳我们呢？上帝有跟你坐下来说，哎，你把你过去所犯的所有罪跟我讲讲，你为什么这样犯罪，我哪地方对不起你了？上帝有这样责备我们吗？没有。哎，上帝无条件地接纳了我们。 OK， 儿子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悔改。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else。 父亲对他说，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OK， 那什么叫做为什么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呢？这个家里边上好的袍子是谁的袍子？就是父亲的袍子。父亲的袍子是最好的袍子，什么意思啊？意思说我接纳你成为儿子 again， 对不对？然后说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戒指什么意思啊？戒指在那个时候象征着权力 authority， 儿子代表父亲出去谈生意，最后签字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戒指啊作为印记，就是意思说 I have the authority， 我有这个权利代表我父亲来成交这本生意。所以戒指代表权利，所以这个父亲马上就把这个他最好的袍子披在了他身上，就好像耶稣说，当我们回转认识主的时候，上帝把耶稣的义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被称为义人。这个儿子重新被父亲接纳成为儿子，虽然他不配，但是因为父亲的怜悯他成为儿子，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把耶稣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才有资格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才有资格有一天进到天堂上去。不然的话，你穿了破衣拉衫，因为我的西服觉得不错，到了天上去，上帝认吗？上帝不认的，这没有用的。上帝需要耶稣的公义，这个袍子就相当于耶稣的公义披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必须有个条件接纳，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
我认我的罪，哎，然后把鞋穿在脚上，因为故宫是那个时候是光脚的，没有鞋，哎，鞋穿在脚上，这个啊，象征着他已经成为儿子了哈。哦，二三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哎，你看到这个故事，你就发现这个故事和前面两个故事有个地方很相似，什么呢？前面两个故事都是说人丢了羊或者丢了钱，捡回来之后呢，就有欢喜快乐庆祝。这里也是一样，这里不是羊，不是钱，而是一个大活人，是个失去的儿子回来了，父亲杀牛宰羊来庆祝，啊，这里说的肥牛犊哈，这个我们现在念我们就觉得一带而过了。肥牛犊什么意思？那个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说想吃肉了 ，Costco 买肉有的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哪有什么 market 买肉？那个时候一家里这个能够一年大概一次，就是杀一次牛就了不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过年，农村过年，你说什么？农村人什么时候吃肉啊？就是过年吃肉，过年一年杀一次猪，平时没有肉吃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肥牛犊是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才可以杀牛，而且杀了一只牛，一家人吃不了，整个村子都来庆祝，是这么个意思啊，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庆祝，啊，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好，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浪子回头，就是这个浪子回头了，父亲接纳了他，他重新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可是这故事没有完呢，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和前面两个故事没有区别，是不是？失了羊，失了钱，失了儿子，找回来了，欢喜快乐 that's it， 是吗？ no， 这个故事远远没有完。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还没有开始，我们往下看。喝口水哈，有点干。哎，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说，啊，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啊，好，到这儿听一下啊。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大儿子，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不对？有个小儿子很不孝，很叛逆，甚至让大父亲这个分家产走了出来。后来呢，穷困潦倒之后呢，回来了，父亲接纳了他。这个时候你能想象吗？假如说你是大儿子，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哎，我弟弟回来了，赶紧回去庆祝，是不是？一般人会这样，对不对？可是这个大儿子怎么反应呢？问仆人说，怎么回事？庆祝什么玩意儿啊？仆人说，哎呀，你弟弟回来了，赶紧回去庆祝。大儿子 what， 他回来了吗？哎，这个大儿子怎么会有这样心态呢？你看啊，所以我说这个故事的主角还没有来哈，这个主角就是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不愿意回去，生气不肯进去。二十九节说，他父亲对他说，啊，父亲就出来劝他，劝大儿子，对他说，说父亲就出来劝他，然而他呢却对父亲说，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牛，宰了肥牛犊，显然在抱怨他父亲哈。你看，我这一辈子为你哈，中文的翻译说啊，说这个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这个翻译的不够劲儿哈。英文怎么说呢？你看哈，他说 look， 他都没有叫父亲，他说爸，没有，他说 look， all these years I ha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nd never disobey your order。 你看，他说我这一辈子当牛做马服侍你，
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呢，你甚至没有给我一只小羊羔让我和朋友一起庆祝。如今你这个儿子，你这个浪荡儿子啊，耗尽你的资产，吃喝嫖赌，如今回来了，哎，你杀肥牛宰他，完了庆祝。哎，这个大儿子，这个一腔的愤怒啊，这个倾泻在父亲这个脸上。哎，父亲大概纳闷说：“这个儿子怎么了？哎，这一辈子在家里，我所有的家产都是你的，哎，你还 complain？ 你看到没有？是吧？”父亲对他说：“儿啊，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记不记得他把家产分了，对不对？三分之一给了小儿子，三分之二给了大儿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对不对？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看看父亲的心肠，父亲怎么说呢？父亲对儿子是怎么样一个心肠？他说：“我这个儿子啊，虽然叛逆，但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啊。”他如今回来了，难道我们不要庆祝吗？他是你的弟弟。你看这个大儿子怎么说？这是 son of yours， 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我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这爸爸怎么说呢？爸爸说你的兄弟， right？ 你看这父亲和大儿子区别吗？大儿子对小儿子，对他弟弟，有没有一点怜悯呢？我想当年这个小儿子之所以离家出走，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儿子啊常常欺负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啊行为很好，常常觉得说，看你这个熊样，一天到晚不听话，不好好干活啊，瞧不起他小弟弟。小弟弟说，家里真没意思，我哥总是瞧不起我，算了，我走人算了，破罐子破摔。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他大儿子如今是你当年你把这个家产都分光了，现在家产都是我的，你再回来再跟我分家产吗？ No， I don't want you to come back。 这是大儿子心态， right？ 好，这个故事呢就这么个故事，有没有讲清楚？不知道。 OK， 一个人有俩儿子，一个儿子呢叛逆，一个儿子呢很听话。可是请问哪一个儿子是浪子啊？请问哪一个儿子是浪子啊？啊，小儿子是浪子没有问题，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可大儿子怎么样呢？大儿子一直在家，可是大儿子对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啊？是不是父子的相爱的关系啊？哇，至少爸爸是爱他的，但他有爱爸爸吗？你看看这个大儿子的话哈，我再读一遍英文哈。这个非常能够把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哈，这个表达得非常清楚。二十九页 ，But he answered his father, "Look, 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nd you never I never disobeyed your order. Yet you never gave me even a young goat so I could celebrate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this son of yours," 你看他对弟弟的称呼哈 ，"this son of yours." Who has squandered your property with prostitutes comes home, you kill the fattened calf for him. 你从大儿子的嘴里边听不到一点点爱，一点点怜悯，对弟弟的关爱，但是 none。 哎，你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故事呢？ OK， 前面我说在耶稣讲到的时候有两种人在听，一种是税吏和罪人，所有人都知道这帮人是最坏的，税吏和罪人，没有人 question 对坏人。还有一帮人呢，在人们眼中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啊，什么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你我这样，每个礼拜穿的笔挺，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来了。可是这两种人呢？耶稣呢讲这个故事呢是给这两种人听的。耶稣讲前面两个故事是给谁听呢？给那些税吏和妓女们听的，他们是罪人，在人眼中是罪人，在上帝眼中也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悔改了啊。好，对不起啊，我没有按照我的这个讲义讲哈，但是内容都有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学到了什么？这段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能不能学到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有三个人物，对不对？前面两个故事我们就不讲，这个施羊和施钱就很好理解哈。第三个这个预言哈，就非常有意思。这讲了三个人，第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个人叫父亲。这个父亲呢，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父亲是个非常有怜悯、有爱、有宽容这么父亲，对不对？那么这个父亲象征谁呢 ？Who is this father？那耶稣显然讲预言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讲这个预言而已，对不对？这个父亲就比喻是上帝。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就这样，上帝有两个儿子。那你说上帝就有两个儿子吗？哎，实际你仔细分析，你发现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只有两种，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不信你看啊，小儿子是谁呢？小儿子就是他听众当中的税吏和罪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罪人，别人也知道他们是罪人，上帝也知道他们是罪人 ，no question， OK， 啊，他们就是税吏和罪人。这些人什么特点呢？放浪形骸，放纵情欲，想干啥就干啥，我的生命我做主，是不是这样的特点？小儿子，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至少曾经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呢，这种人呢，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了自己的罪。你看到没有？第二种人谁呢？就是大儿子。大儿子看起来很好，对不对？可是你看耶稣对大儿子的描述怎么样呢？他心中有爱吗？有怜悯吗？有宽容吗？有和父亲这种爱的父子的关系吗？没有。哎，可是他看起来很好啊，对不对？可是他却没有。所以在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讲给谁听的呢？尤其是大儿子，讲给谁听的呢？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法利赛人文士听前面两个故事觉得，你说的不错，罪人悔改，天上有这个就欢喜快乐，99个不需要悔改的，那就是我们不需要悔改，我们很好。可是耶稣怎么说呢？啊，这些人呢，像大儿子一样，是什么人呢？他们比较崇尚道德，追求啊这个好行为，哎，这个，但是呢，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好行为，他们变得自大和自义，觉得说我很好，我不像这个我弟弟这个，你看那个熊样一天哈，哎，大儿子心态 ，OK， 这法利赛人。那这个走在大街上呢，就趾高气扬的，为啥？我是上帝的仆人，你们都得听我的 ，OK？ 税吏，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说你怎么能跟税吏吃饭呢？有一次，一个妓女这个去这个洗耶稣的脚，法利赛人心里想说，这个人如果是个先知，他就该知道这个人是个妓女。意思说，你怎么能让妓女踏湿你的脚呢？还耶稣专门做这种事情。为的是什么呢？你看耶稣想救人，他知道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小儿子，一种是大儿子，他很想救这大儿子。你看大儿子是崇尚道德，自大自义，哎，那自大自义又怎么的呢？你看啊，那这段经文呢，我是研究了很久，我们学神学的时候我们写 paper， 我就写这段，我研究了很久我才搞明白。我来举出经文大家看哈，你看耶稣的教导你就知道，这个我不是随便乱讲的哈。约翰福音第九章，能不能打开一下最后的一个 slide？ 约翰福音第九章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是有一次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他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我们谁啊？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呢，我们也瞎了眼？耶稣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是谁啊？这就是大儿子。大儿子一生在父亲旁边。啊，是，从小听话，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如果你瞎了眼，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是瞎眼的，你是有罪的，我来就是医治你的，你就得救了。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我就医治了他。但是如今你说你能看见，你不需要，怎么样？你的罪仍然在。这就是大儿子，没有这个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他自高自大，他觉得我不需要上帝 ，I'm good enough。好，再看这经文，《路加福音》的18章，记住说，法利赛人站着啊，讲的耶稣讲的祷告啊，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耶稣讲了个预言，说两个人去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他说啊，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旁边有个税吏，捶胸顿足，这个头都不敢抬，说：“上帝呀，怜悯我这个罪人。”哎，耶稣常常讲这样的对比，是为什么？就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呢，就是税吏，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呢，来到上帝面前呢，愿意悔改；一种人呢，是法利赛人，自觉得很有公义，很好，是吧？我不像这些人勒索、不义、奸淫，我都没有做。但是呢，耶稣怎么说？他们离开的时候，谁的祷告蒙上帝的应允呢？是这个税吏，而不是这个法利赛人。所以有人说，让你进不了天堂的，不是你的罪，而是你的义。什么义啊？是你自以为义的义。这个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保罗说，是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义来进天国。可是呢，上帝要的不是你的义，因为我们的义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以赛亚书说，破布一张。我中文讲的破布，其实原意是什么？原文不是破布。我们在家这个擦这个厨房什么用的破布，你以为你洗干净了，那显微镜底下一照，全是这儿的，是不是？所有的细菌都在里边。圣经讲的是我们的义啊，不是这个破布啊。你知道什么？说是女士月经时候的那张纸，比破布还脏。这是我们的义，就是这个东西。你想用你的义换一张进天堂的门票，门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用的这种心态，就是想用自己的义换取天堂门票 ，can't do it。还有一处经文，马太福音，耶稣讲故事说，又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 ：“No, I'm not going。”以后呢，却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这样说，小儿子回答说：“父啊，我去。”但是呢，却没有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嘛。”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耶稣这是讲什么？你们以为这些税吏、这些妓女、这些是人间的垃圾，现在的语言叫做人渣，对不对？人渣。耶稣说，这些人渣在你们之前都已经进了天国了，你们却进不去。你们自以为义的人反而进不了天国。所以你看，耶稣讲这些故事，包括今天这个大儿子、小儿子，耶稣在向这些宗教人士、行为很好的、自以为义的人发出邀请，说：“来吧，看看你的德行，认罪悔改吧。” OK， 小儿子犯罪，这个需要悔改，谁都知道。可是大儿子觉得我不需要悔改，耶稣恰恰说：“你们才需要悔改。” All right， 那这个我这有一句话哈，
可能有人记得哈，我在有一次讲主日学的时候呢，上帝给过一句话，这句话叫做得救不在乎无罪，而在乎认罪。你看看主的信息是不是这样，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无论你的行为多么败坏，行为多么高尚，在上帝面前你都是罪人。所以呢，得救不在乎无罪，因为如果说无罪才是得救的条件的话，没有人能得救，因为没有人没有罪。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告诉我们，得救在乎认罪。所以若你不认罪，你的好行为反而成为你进入天堂的绊脚石，是不是这样？大家 agree 吗？ OK， 好，那这个信息讲完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在祷告，我说哎呀，这个上帝借着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突然有个灵感，什么呢？事实上上帝告诉我们，世上啊有两种人，但是这两种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这个道理哈，两种人呢，一种是罪人，一种是所谓的义人，但是他们两个呢都有共同的一个特性，什么呢？大家看到吗？这两个人，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是破罐破摔，我想自己做主，我的生命我做主，我出去走了啊，想自己说了算，对不对？大儿子是什么人呢？大儿子表面上看起来行为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在大儿子心底里边有一个东西是和小儿子一样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他想自己做主，自以为是。小儿子想自己做主，大儿子也想自己做主。你看哈，大儿子说，我行为这么好，我这么多年这么努力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羊羔，什么意思呢？他想用他的好行为作为 bargain 的 chips， 对他父亲说，你得听我的，你这么随随便便让儿子，让你的小儿子回来，我不同意，我在家里说了算，因为我很听话，你应该听我的。你看到没有，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自己想做主的心态。小儿子是这样，大儿子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俩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同意吗？那你说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哎，人自从犯罪那一刻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就这个样子，他把这个东西给了人。撒旦在诱惑夏娃说怎么说，说这个树上的果子真是不能吃吗？夏娃说不能吃，摸都不行。这个撒旦怎么说？他说不见得了，他说你吃的时候不会死了，你吃的时候呢会如上帝一样知善恶。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把一个要自己做主的这个东西放在了夏娃的心里边。夏娃说哦，我可以像上帝一样吗？知道善恶，那太好了。于是吃了，于是呢整个他的后代，你我都成了罪的奴隶。我们都想，我们生下来就想自己说了算，对不对啊？共产主义国际歌不唱吗？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请问你能靠自己吗？你真能靠自己吗？哎，请问我们这里的大概大部分人岁数都不小了，很多人头发都开始发白了，对不对？请问你能让你的头发变黑吗？ Tell me, can you do that? Very simple thing, can you do that? No, nobody can do that. 你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了，你怎么能掌握你自己的命运呢？对不对？掌握不了。可是人呢，从生下来就想掌握自己命运，不想听别人说话，对不对？就想我的命运我做主。儿子不想听父亲的，小儿子不想听，大儿子也不想听，只不过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叫人生价值。所以呢，我们在上帝面前呢都要悔改，每个人都是 OK， 无论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都需要悔改。好，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机会，这个你如果没有认识上帝啊，我相信上帝让你听到这个信息不是白听的，希望你能够像小儿子一样啊幡然醒悟，回转心意，来到上帝的怀抱。上帝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每天站在村口等他的儿子回来。你愿意回到上帝的怀抱吗？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可以吗？
有没有？哇，好多已经基督徒的还要举手啊。好 ，good。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心真的是和上帝那么近吗？我们有没有大儿子心态，瞧不起那些罪人，甚至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目的是要 manipulate 上帝。比如说，我们常常祷告，我生病了，上帝啊，你要医治我，上帝，我一生服侍你，我这么好，你怎么能不医治我呢？如果上帝不医治，我们不高兴了。有没有这样人呢？太多了，这就是大儿子要悔改呀，不然的话，你像大儿子一样，一辈子在父亲的家里，可是心却远离父亲，对吗？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无论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能够回心转意，因为上帝在等待着我们。好，来，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为了我们因此可以跟上帝去这个 bargain， 说上帝，你看我如此之好，你 you gotta listen to me， 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OK？ 而且这个 good news 是，上帝是如此慈爱的上帝。你看大儿子不愿意进来，这爸爸出去在外边苦口婆心劝他回来，他最后还是没有回来，多么可惜，对不对 ？OK， 谢谢大家，信息就到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
家一起唱三一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欢迎我们的旧朋友还有新朋友一起来参与。如果是今天是您第一次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认识您。从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左手边呢，或楼上有没有？好，还是欢迎大家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报告，曾长老有请。一般我们如果参加这里的英文堂的崇拜是9:30开始。如果你们参加中文堂的崇拜，就好像 right now 你们是11:00开始，那我们12:30的哈，通常就是结束了。下礼拜有一个不一样的 schedule 哈，就是我们会早一点结束我们中文堂的崇拜，啊，因为呢，我们下个礼拜天呢会有这个会员的年会，我们会12:00就结束我们中文堂的崇拜。那12:00到1:00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会员哈能够留步，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我们一般是1月份哈，大概1月底左右，我们有一个会员的大会或者叫年会。那谁是会员呢？会员呢，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呢，你在这个南区正道堂呢受洗了，你就是会员。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呢，你从别的教会哈，来到这一边，你就申请入会哈，参加一个这个 commit 哈，去我们这个南区正道堂是你的 home church。那我们经过这个程序以后呢，好像上个礼拜如果你在这里，你会看见我们接纳新会员哈，那些也是让大家知道的是，所以一般都是这个两个程序。那开什么会呢？每一年呢，我们开这个会员的年会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让会员哈，特别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知道我们的新年的一个主题，还有我们教会的事工。那下个礼拜天呢，我们还会案例执事，还有平常呢，我们都要认证我们的预算。那我们那个开会的时候呢，一般因为时间哈很短，只有一个小时，我们一般呢是用英文来开会。可是我们在上面哈这个 slide 就是那个投影片哈，我们会有中英文在那里，所以你可以 follow 去跟着它哈。那今年呢，我们是也没有那个 online voting， 因为过去2年哈，因为我们这个有那个pandemic 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不能够来，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有些人在家里就做那个 voting 哈。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呢要请大家那个会员呢，你们如果能够留步，那么我们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呢，有这个认证我们的今年2023年的那个预算哈，那你要去 in person 来去投这个 ballot 的。那今天呢，12:30到1:15呢，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办公室呢，我跟 Brody 呢也会在那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教会的预算或者事工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去那边，我们去那边去谈一谈。好，那希望就是下礼拜天，请那个我们本堂的会员能够留步，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待在这里12:00。那个英文堂的呢，他们都自己会进来，那我们开到1:00会结束的了。好，谢谢。好，谢谢郑长老。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报告，就是康宁团契。
对，就是欢迎长者在教会事工中心，1月28号星期六早上11点，然后有 potluck 方式午餐哈，可以找 Elsa 黄姐妹联络。好，包括就这些事项，大家看我这里有一条很漂亮的围巾哈，这个新年要穿新衣，对不对？上个礼拜有人忘在这里，这个如果是你的这个围巾的话，请你来向我领啊，高兴还给你。那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佳音团契，这个有人上来报告吗？佳音团契好像是 Alice 姐妹在带领，对不对？然后 Jack 弟兄你们都在，所以礼拜三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在 Zoom 上面，请大家也为这个祷告，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啊，能够就像这个小儿子大儿子能够归回到这个天父的面前哈，认识神，接受神。好，没有别的报告了吧？好，今天聚会就到此结束，愿神赐福大家。